好啊，这些东西就这样子。我跟男生坐好了。哦，你跟男生坐好。好嘞。好吧，我护士跟男生坐。快吃饭。然后要。请第四排的男士往前面坐，谢谢。第四排，我看到有人坐在第四排。第四排。好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先感谢就是。我们的爱心妈妈为我们提供这么美味的晚餐，我们用鼓掌声来谢谢他们，谢谢谢谢，欢呼啦！然后也欢迎你们，就是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来那个，就是参与我们的活动，不管是破冰或唱诗歌，对，这边非常多位置。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破冰，我们把时间交给如伦。Hello， 大家有没有吃饱啊？有。吃了这么美味可口的爱心晚餐之后，相信大家一天的疲劳都已经消除了，对不对？对。好，那在我们破 Hello 怡琳，你要跟我们一起玩吗？一起。Hello。Hello。那个，你知道迟到的人要做什么惩罚吗？黄一琴。先喝双杯啊。跳龙舞，你不用笑了。好，以琳说不用惩罚。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至少找三位，好不好？找三位朋友去跟他们说，欢迎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生日 party。欢迎今天来参加我们生日 party， 欢迎今天来参加我们生日 party。欢迎今天来参加生日 party。欢迎你，欢迎你今天参加我的生日 party。Thank you.
快点。看书我领不到主持费。好，就是在来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生日 party 之前呢，我们好像都已经有要求大家要交一张我们小时候的特别照。那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呢，我们就是要从大家小时候来认识大家，然后猜到最后呢，我们会有一张非常特别的照片，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来，话不多说，那就让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哎，第一个，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是谁？我们有两个人呢、欸，三个人呢、欸，两个小朋友。我们猜这一个。玉芳。玉芳。快点，有没有人很确定答案的？举手。你们是要猜右边还是左边？猜中间。中间那一个。我认识妈妈。我也认识妈妈。真的。有没有人很确定答案？举手的。这里。好，桂小美。奖品呢？我觉得是玉芬。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的？玉芬。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的？他是羊。没有，对不对？那我们请照片的主人来告诉我们，他是谁？对。照片的主人，中间那一个。好，这个就是我们小组长玉芬。他跟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改变，对不对？哈哈哈哈哈！玉芳太奸诈了，对不对？因为他把他姐姐跟妹妹都带来，你看我们猜得出来。混淆。好，那我们来猜另外一个，这个是谁？这是谁？认得出来吗？这个有点难。谁啊？我。好，顺仔。我猜是木真。我觉得是林志远。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的？快点！我也是男的，是女的。我怎么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告诉你，那就太好猜啦、啊，对不对？男的有点像。王牧师，王牧师。不。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的？其实我觉得看照片可以看出来年龄。志远，我该不会我猜中了吧？应该是李元志远哦。没有啊。哎，其实没有啊。有没有人有最终答案的？有没有人有？在一定在场，废话。谁问那么可爱的问题？志远，不是不像嘞。那个新来的那个在保险的那个医生，是不是你？哎，不是，好。依林，你要不要猜？好，不要猜。他说有举手啊。依林，不要。不会是赖天琪吧？好，大家好，来，等一下，大家答案都很多，赞成是林志远的请举手。你自己有点主见吗？四票。听一下。好，还有谁？刚刚别的答案还有谁？还有是谁是认为是田琪的举手？刚刚我跑票，等一下。你要跑票你？好，四票。好，还有第三个答案是谁？刚刚侯木真。刚刚觉得是木真的举手。林志远刚刚做一个烟雾弹。哈哈哈哈哈！这木真他也有。对啊。来，照片的主人，请起立。对啊。耶！哈哈哈哈哈！礼物。这个就是标准的混淆视听啊。哇！这是什么？没有。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标准的女大十八变，对不对？好，下一张。好，这个是谁？猜女生。徐若瑄。没有变，没有变。黄一伦，很像。黄一伦。好，赶快关掉。还没公布答案你就。啊，这个是谁？哪一个？猜大的。圣诞老公公还是小仙女？猜大的。大的。伊藤。
都没有人有第二个答案的吗？你们真的确定是宜城吗？确定确定。我是王金辉吗？哦，王金辉，你说另外的女生我也就算了，你跟你是后面那一个好不好？公布答案，这个就是我美丽的宜城。好，再来看下一张。这个是谁？举手，林志远好坚决哦。男的哎，我觉得太恐怖了。我也觉得是男的，谁跟我说那是女的？我是男的，我是田奇，我怎么让谁？你看他身边的衣服的图案呢？应该是男的吧？啊，爸爸，这个是谁呢？我们请照片的主人公布答案吧。是谁？这是牧师。恭喜你，恭喜你。我面具跟以琳好像哦，你有没有觉得你常被？我甚至可以，难怪以琳看到这个照片多兴奋。以琳有没有像你？耶、yeah ，好，欣赏完了，我们可以关掉了哈。羡慕自己照照片。好，这个是谁？是谁？这个是谁？不是他妹，好不好？谁跟我讲弟弟？谁跟我讲堂妹的？请，我告诉你，等一下，国文老师有教，念中文要从右边念过去，好不好？好，觉得这个是谁？哎，猜呀，没有人猜哦。叶林君，你小时候怎么这么胖吗？对啊，这怎么可能是我？对啊，因为林君现在那么瘦，怎么可能是他呢？他刚刚有偷偷告诉我，他选了那张票。叶林君，谁叫你把答案公布出来？谁叫你要自爆？好可爱，好可爱哦，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国文老师林君。堂妹啊，堂妹，堂妹。堂妹，堂妹，堂妹，完了耶！林君，以后就叫堂妹。堂妹。好，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一个是谁？真的是小时候胖不是胖。应该是男生吧。王金威，王金威，王金威。这个谁在跟我讲女生？我一定要灭了他。志远，那是你哈。王金威。是不是林志远？依宜城对清辉的了解，他说不是他。爸爸不是爸爸，爸爸不是爸爸，是那个。还有没有人其他答案？不要再更帅一点了，王彪了。叶博翰，表弟啦。哎，博翰，你有交照片吗？为什么那么想？还有没有人其他答案的？赞成是翁清辉，举手。翁清辉，不要乱讲，王哥啊，王哥啊。翁清辉好了。赞成是黄义勤的举手，没有人举手，还好。啊，所以清辉这张是你吗？不是啊，王哥。啊，那这张是谁咧？照片的主人。啊？照片的主人。洪哥没啊？不是男生吗？太不可思议了。
你要知道那个天生演戏的功力，就是从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好不好？有啦，哪里？那个照片来啦，那个看。哎，真的不像你，真的不像你。侧面看不出来。啊，好好好。好，我们看下一张，看下一张。这个是谁？我这个交两张的啦，堂妹啦。你真的很没梗，你到处跟人家讲你交两张哎。堂妹，我是堂妹哦。堂妹，堂妹啊。你真的是叶麟君，下次不要跟你玩这种游戏，是连梗都没有。堂妹啊。好哀伤哦。好了好了，我们看下一张。有很多骗子啦。哎，这张看过了。好，这张看过了。啊，这张是谁？田姐，田姐，谁提供张君雅小妹妹的照片出来？我们这里没有人要吃泡面，好不好？张君雅，张君雅的姐姐吗？你看，大家小时候都好不像。好，盛仔，你觉得是谁？田姐啊，除了田姐，还没有第二个答案的。没有，没有。我有这么呆吗？看起来。谁说有的？曾志贤，你要不要站出来大声的说？哦，是曾志贤讲的。哦，我觉得。我绝对不会说是曾志贤。我觉得比张俊瑶气质一点。转太硬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田琪。真的不像，哎，你小时候就跟张俊瑶好像。好。这一张，哎、欸，这张你看过了吗？哎呀，我数据乱掉了。没关系啊，试着看看。零啊，这一张，这张，谁啊？曾志贤，曾志贤啦，怎么可能？曾志贤，我们猜的是中间那一个哈，我们绝对不是猜旁边的那一个。曾志贤啊，志远，谁说那一定是他亲姐姐？林志远，那是你吗？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第二个答案？章鱼哥，被你称包围的人不是林志远，是曾志贤哦。曾志贤啊，被通常被女生包围只有曾志贤啊。那，然后大家都是追着他打的那一个。章鱼哥吧。章鱼哥，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答案？应该是章鱼哥。应该不会是陈佑吧？陈佑，好，觉得是陈佑的人举手。陈佑有交照片，陈佑有没有？有，陈佑有交照片。你不可以这样子问啦！不是，我只是要确定他们有没有交。你管人家有没有交，人家有交也可以，人家没交也可以跟你说有哦，奇怪。是的，是的。啊，觉得是刚刚有喊谁啊？章鱼哥。章鱼，觉得是章鱼哥举手。章鱼哥。章鱼哥好多票哦。章鱼哥有交照片吗？章鱼哥小时候明明就是。啊，这张好像也不是章鱼哥耶，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答案？啊，那陈佑不是吗？陈佑也不是呢。林志远，你不要再 gay 了。原来他是传说中的白人。记得你比较再胖一点不是吗？林志远，不是啊，我们要不要公布答案呢？这样猜下去好像没完没了。黄国师啊。不是呢，这张照片应该就是志远哦。志远，你从小就要这样，他是你姐姐吗？那两个是我表姐啊。哦，是你表姐。我想说，你这么小就在追女生，那不够吗？差不多啦，因为他跟曾志贤同一个派别。对啊，对啊。你小时候那么高还是？有啊。这张。哎呦，曾志贤。这是谁？柯林啦。这是谁？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出现第二次。哎，章鱼哥，我发现你是大众脸，大家都喜欢猜你。眉毛啊，眉毛像啊。章鱼哥，章鱼哥，我觉得章鱼哥。觉得是谁？章鱼哥举手。眉毛吗？哎，大家都是章鱼哥哎，还没有人其他答案呢。汪金辉。汪金辉，这么像吗？头发是哎，头发像啊。怎么头发像都像啊？怎么可能？他的头发明明就是他的。笑死！他没有剪刘海，没有剪刘海。对。哎，应该是翁清辉哦。哎，完了，翁清辉吗？翁清辉的那个票数怎么提升了？糟糕！哎，你们不能这样看到欧阳的亏钱，人家讲翁清辉，大家都说翁清辉，翁清辉，进起来弄。那我要花，
王金辉，王金辉，我发现你是会瞎猜。王金辉啊！这张是谁？我们请照片的主人现身说法一下。真的不像吗？哎，这个你吗？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同事说啊，他小时候比较帅，也怎么办？总是每个都把小时候都帅。好，真是这个太好猜了啦！曾志贤，人家明明说是交一岁以前的照片，你拿现在的照片出来骗人干什么？而且你从小到大没变过发型，怎么回事？十一个月好不好？十一个月啊！你一个月有这么大的骗谁啊？怎么可以这么瘦啊？下一张。这张，这张又是谁呢？这一张我们猜。当然是猜 baby 啊，不然你以为猜谁？最小的雅玲姐姐。雅玲姐姐。雅玲姐姐。是吗？哪一个？你猜哪一个 ？Baby 哟 ，Baby 哟 ，Baby 哟。玉芳的妹妹。其实我也不知道 Baby 是谁。玉芬。玉芬，因为我认识他爸的脸。陈耀。玉芬啊。那个全家福。是玉芬。Baby 是谁呀？玉芬。全家福 baby 是谁啊？哇！怎么又是你？baby 是玉芳哦，哦，不是我说的哦。欸，玉芳那是你爸吗？对啊，我爸。啊、哦，好。是那个大的小孩是？就漂配。大的小孩。光凭我基因。大的小孩。欸，我爸年轻的时候跟你爸好像。大的是我姐。真的，我爸也是今天这种长相。好，我们看。应该好像似乎都看完了。这张看过了吧？零啊零还没看完。这张是谁？章鱼哥。哎，你真的是大众脸，看到大家都说是你耶。那个从头放一次，我就很错综复杂。有啊，盛展、陈佑跟章鱼哥还没被猜到啊。盛展是提供他子女的照片，被我拒绝了。很多嘞，就很多嘞。好了。陈佑。这张是不是陈佑？陈佑这张是不是你？是啊。欢迎陈佑又回来，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又。我们好像似乎都哦，这一个，这是谁？王牧师。王牧师。好像那个路德。因为他跟陆家长很像。这是陆家吗？王牧师小时候跟。王牧师。王牧师长得一个样。对啊。好像王陆家的。王牧师吗？对，王牧师。哎，我们看了这么多照片，对不对？大家应该都认识现场的人了哈。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嘞？我。那新朋友，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嘞？大家好，我叫慧。坐下。等一下，不要紧张，好久沉瓮的，我就说了，游戏的最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新，等一下讲到哪里？对，新朋友，等一下，新朋友，我们要不要出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嘞？那个大家好，那个我是郭玉芬，郭雅玲、郭玉芳、郭玉芬的表弟。然后我姓叶，然后我的名字是亚伯拉罕的伯罕，所以我叫叶伯罕。然后那个实不相瞒，我刚刚已经跟牧师有讲过，就是我最后一次进教会是3年前，然后最后一次参加团契是十几年前，然后
对于这样子的环境，其实我不是很不会很陌生啊，因为小时候从小到大都是，我相信雅玲他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家是基督世家，然后我父亲那边就有很多的当那个牧师的，而我本身是，工作的领域关系，所以会有很多，那个应该算是团体，不能说是治疗啦，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是团体一起心灵交，心灵的交流，因为我们是那个宗教的那个信仰嘛。啊，但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力量是很多，是有关于说，请心理咨商师啊、辅导老师之类的，所以我今天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根筋不对会跑过来这样子，因为是我表姐我实不相瞒，真的是昨天我表姐跟我打电话，然后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我上一次在我爱喝的一家咖啡店也遇到了两位教友，然后也是告诉我说希望我来，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来看一下。然后我今天来真的只是希望说我是一个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团体还有这个环境，因为其实这个心灵教会小时候也来过，可是我的记忆停留在那个礼堂是在一楼的地方，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礼堂已经在二楼的时候，我非常的压抑，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来了，然后我是希望说大家就是进行不要在意我希望真的是一个旁观者去感受这个环境，谢谢。讲的比真世贤还要帅。那个渤海，你要知道一件事，在这里绝对不会是一个旁观者，你是我们大家庭的一份子 ，OK？ 好，那我们也欢迎章鱼哥，好久没有回来了，对不对？好，这次欢迎你回来跟我们参加。章鱼哥，那个章鱼哥上台致辞一下。请问男孩？章鱼哥上台致辞一下。你带给他的约书亚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好，章鱼哥，你要不要上台讲两句话？你会紧张吗？你手心冒汗的吗？我们请疫情准备哈，你不要以为我忘记你。请问王建民今年会在国最近就是繁忙与公务啦，对啊，然后因为十二月份公司有很多事情，然后明天我会主办一个亲近之旅，为我们公司，对，所以最近在忙这些事情，对啊，其实现在有点半昏迷的状态，对，对。嗯哼，好，那交给下一棒。下一棒。我已经前面是一个是森达的人那边。哇塞，森达帮。他是隐藏的帮主。大家好久不见，然后不好意思，刚刚迟到了。那吃了晚餐很好吃，很想问是谁煮的。后面的妈妈们。对，然后就很开心，因为我通常礼拜五就会回家了，然后因为于伦跟那个青辉特别邀请，然后就是很高兴可以再来这边跟大家见见面，然后一起分享今天过生日的人的喜悦。我们请关灯。我说了嘛，在整个有，既然是看照片，最后一定要有一张 special 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我们这边不放裸体照，好吗？好。刚刚有人放，刚刚金威。很想说，今天有人送哦。两岁以前的不算裸体，好不好？两岁以前的算人体。什么时候国威这么好？好。哇！这一张有没有经典的？经典就欢呼一下。把箭头移开就是好。有没有像偶像剧？哎呀！有没有看过牧师这么腼腆的样子？有没有看过牧师这么帅气的样子？就是这一张了啦。那个吴牧师，你不要在后面脸红了，你要不要发表一下感言？吴牧师，你好正点呢。欣赏完了吗？我可以关掉了吗？可以了哈。哇塞，好厉害！这张够经典了吧？哈。经典。好。那就是。
好啊，那我们进行完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个破冰之后啊，我们准备要来唱诗歌。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唱诗歌，然后一起来欢，就是可以起来动一动。两手。对，然后我们可以先一起起立，然后准备。就是啊，我们可以能够聚在一起啊，是因为就是耶稣的爱嘛。然后因为我们彼此是一个家庭啊，对啊，就像云刚才讲的，谁都不是旁观者，只要来到这里，我们就是我们会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是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爱，然后一起来经历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姐妹一起扶持的爱。对啊，然后我们先就是来唱这首歌。有无数感动和经历，是人生充满美丽回忆。尽管过去多么努力，如今已化为无息。甜甜蜜蜜相聚在一起，成为自己，快快来到这里，享受耶稣爱的。我们重新再来一次。生活中有无数感动和经历，是人生充满美丽回忆。尽管过去多么不如意，如今已化为无息。只要你有一颗心，只要你有一颗心，就能让我们更了解熟悉。大家正在拍手手等着你，加入这爱的大家庭。只要你有一颗心，只要你有一颗心，就能让我们更了解熟悉。大家正在拍手手等着你，加入这爱的大家庭。我们从头再来。生活中有许多无数的感动，甜甜蜜蜜相聚在一起，彼此成为自己。快快来到这里，享受耶稣爱的福气。只要你有一颗心，只要你有一颗心，就能让我们更了解熟悉。大家正张开双手等着你，加入这爱的大家庭。只要你有一颗心，就是大家可以唱过这首歌，对这首的歌词有些熟悉之后，其实你可以，就是歌词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欢迎新朋友，那我们曾经也是那个新朋友，因为你有那一颗愿意去让对方了解你，那我们现在约书亚堂其实也是有那颗心，就是愿意敞开心来，就是欢迎你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那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更多去思想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生活中有
法距离，是人生充满美丽回忆。尽管过去多么不如意，如今已化为无形。站在美丽相聚在一起，彼此成为自己。快快来到这里，享受耶稣爱的呼吸。我们再来重头。生活中有无数感动和激励，是人生传给你回忆。尽管过去多么不如意，如今已化为无形。那我们找三位，最起码三位。妈妈说不行，你不会演。小妹妹就很伤心，就离开了。过两天呢，小妹妹不死心，回去再跟妈妈说：“妈妈，我可以养小猫咪吗？我真的喜欢养小猫咪。”妈妈说：“不行。”为什么？就是不行。然后妹妹也是很伤心的走开了。第三次，过两天。还是不死心，就回来找他妈妈说：“妈妈，我真的好想养小猫咪哦！我看到同学有小猫咪，我好喜欢哦。”妈妈说：“不行，真的不行，你没有责任，你不会养小猫咪。”为什么？我说：“我有爱心，我可以养的。”他妈妈说：“不行，好。”第四次，他再来问他妈妈说：“妈妈，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好想养小猫咪哦。”他妈妈在忙，想说这么烦，干脆这样，你不要再烦了，你去求上帝吧。上帝如果愿意给你养的话，我就给你养。你去庭院那边祷告。小妹妹就跑到庭院那边，就开始祷告说：“上帝啊，我妈妈说，如果你愿意给我养小猫咪的话，我妈妈就要给我养小猫咪。上帝，我真的好喜欢养小猫咪，真的好喜欢。”求你赏赐我一只小猫咪好吗？眼睛睁开，小猫咪就在他眼前。哇，上帝的恩典！他想说：“妈妈，妈妈，上帝，他说要给我养小猫咪耶。”他妈妈说：“哎，真的，就出现一只小猫咪在他面前。”事实上是过两天呢，因为知道这附近有一家的猫咪跑到树上去，然后蛮高的抓不到。用树，然后用绳子爬上去把树拉下来，结果脱钩了，就飞出去了。然后猫咪也飞到他面前了。结果，上帝的恩赐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对，好，我分享我的爱情好了，因为这个爱情是我在一年前所认识的这个。这个人，他一直很爱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然后也一直彼此相爱，然后就是会，原谅我所犯的错误，然后还会就是都会体谅我所犯的罪，他都不嫌弃我，也不离弃我，所以说我很喜欢他。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一直到现在，
他的名字叫做三个字的，我想说你们应该都认识他，他叫耶和华。在还没来到还没认识他之前，我是一个从小就拜拜的家庭，然后也小时候也没有说是正经真心诚意的去认识这个神，因为那是感觉不到的那种，跟现在感觉的不一样，这种平安不一样。因为之前都是大人，因为我还小，所以说我说大人爸爸妈妈奶奶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直跟着他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拜，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不会觉得神的那种爱。后来我一直有就是退伍之后也慢慢自己能够自主的时候，我就也算是跑错路了，也是学一点经验了，我就去山上找一家那个人家介绍的说这间宫的哦，很兴的可以来灵修一下，我也对去灵修，结果去那里用卡油来就说你这吼边仔吼对足侪阴魂不散诶，人甲你对调，你这爱做解，你这无做解吼，袂使。所以讲一直甲你讲，强迫你讲一定爱做对了。所以讲我嘛是讲，我迄当阵嘛是想讲，这一定是骗人。我唔然是安去啊，去啊，无想要做啊，因为我无想要做，本身无想要做。尾啊，因敢那是半强求，因为我是对阮头家去诶，阮头家讲无。从薪水扣，从薪水里面扣，结果那边好了，跳过去好了，就没有什么，就是那种信仰，在那边我觉得不是我想要追求的平安，不是我想要追求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离开那边，然后看奶奶在信仰上也是很虔诚，因为。我觉得奶奶她如果是基督徒、基督教的话，哇，真的很不错，因为她是一贯道的信徒，她很虔诚。她从我小时候差不多五六岁懂事的时候，她就开始吃素，然后她还有建一个佛堂，然后每天早上、晚上都有去佛堂那边看她在为她的那种，对，在服侍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觉得说他很虔诚，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跟着他拜，对。但是呢，长大之后就觉得那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信仰。后来来到南部开始接触到那个苏宇君，他是基督徒，我就问他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敢是迄个人讲做几年年，啊，出好食出好穿的，伊讲唔是安尼啊。那时候我还这样子开玩笑的跟他说，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还在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时代，那种时期，所以感觉想说，没有尝试过，但是心里面就有想说，基督。新的哦，没有尝试过，来去看看好了。就这样一进来之后，我觉得哇，这边进来就听到一些长辈，他们看到你打招呼就是平安平安平安，说出来很简单，但是平安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最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后来。进到这里面之后，我就好像没有间断过，就一直来寻求这里的平安，还有这里的感觉到他的爱，就在我身边一直围绕着，让我一直不想离开。身边一直围绕着，感谢主，很
分享到这边一些荣耀归给主。请大家再给圣展一个热烈的掌声。圣展用他很真实的生命跟大家分享，那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段独自走过，但是回头一望却是主耶稣陪你走过那个历程。那也许我们都已经忽略，也许我们都已经忘记，也许那已经淡忘，但是那一些东西，就是那一些过程，就是神很亲自很切实这样亲自陪伴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一些喜怒哀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我们的最疼爱我们等待我们的玉芳小太太来为我们分享他的真实的见证，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他。好好紧张哦，我觉得比我自己预备那个小组聚会的东西还要紧张。我的话就是我真的很感谢，就是今年就是真的迈入三十而立的时间了，对啊。然后其实在那一天的时候，我觉得突然觉得有种很奇妙的感觉，我觉得啊，怎么突然间一下子30年过去了哎，然后突然又觉得说哇，我就自己，因为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面啊，都会经过很长那个有点像旷野的路，因为就是我自己骑摩托车嘛，那路程其实都蛮30到40分钟。然后我就在那一天的时候，我就骑车的时候，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过去，从小到大那种画面就变了，一直出现，然后我突然觉得好几个关卡，不管是我可能自己小时候调皮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然后自己去爬人家外面的楼，然后那个表哥堂哥们还不敢叫我，让我自己帮我那个行回来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已经在那个屋檐的外面。然后还有小时候跟叶伯翰在新生教会爬隔壁邻居的那个屋瓦顶楼，有吧？那时候你有在旁边吗？还是你在底下叫，在那边看的那个？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就很爱爬，然后什么东西都爬，爬到看人家工人在屋檐上面爬，我也跟着上去爬。爬到有一次我发现我踩下去有咔嚓的声音之后，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奇怪为什么会有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惊惊，然后才下来。然后几次我觉得。去想了之后，我觉得啊，好奇妙哦。那时候其实说实在的，离危险也蛮近的。对，然后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活到现在。就那一天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到底是我真的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活到现在，对啊，希望将来也是上帝的恩典继续带领我。对，然后讲到就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啊，现在在场的每一个大家都是我最棒的生日礼物，真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都会遇到非常多，我后来发现真的不容易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要继续面对很多事情。在当初的一些，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小小的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小小的坚持可以有现在可以有大家在这里，我觉得啊好奇妙哦。虽然曾经也想过要放弃，可是后来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就是不管说是曾经亲人的离开，或者是曾经遇到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会因为我自己的不完全，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失败。对，那或者是自己有时候会陷在自己的一个软弱或者是一个自责当中，可是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就是很奇妙，他可以把一切的咒诅转变成祝福。对对啊，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30岁的生日真的很奇妙。
对啊，看着你们大家，我觉得啊，感谢上帝，然后相信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会继续一生之久，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好啦，这样算不算那个？感觉应该算讲完了。好啦，那就把棒子交给主持人。再一次用掌声谢谢玉芳。其实很感谢有这么好的小组长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是这样子一个角色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肩头上面的担子，那个负担有多大。那他一样就是这样子持守了这样子的约束要团契。那从我进来到现在，其实有时候我也不是小组长，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累。那可以想象他肩上的担子真的是很大，但是有主耶稣陪伴着他，这样子有一群伙伴跟一群爱的团契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里面能够来发现上帝的爱。那接下来呢，要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神秘的寿星，我们的阿飞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信仰历程。大家一起掌声鼓励。好，大家好，就是刚才听过前面两位就是寿星非常感人的见证啊，那欧青薇这个见证可能不见得那么感人、啊、然后我是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搞笑，有一些创意这样。对啊，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准备的投影片啊，其实是之前就是有受田启的邀约，在新营高中团契已经分享过，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修改啊，但是就是以这个为底啊，对啊，然后。我觉得啊，就是我因为常常在很多朋友，就是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上，就是在他们接受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可能选择这个信仰的过程，可能是他面对到一个非常大的挫折，或是情感上有一个很大的低落，甚至什么经济上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然后以至于当他接受到这个信仰的话，他发现哇，就是这个信仰带给他的那个平安是很真实的，对啊，就是经常有一句话写的说，就是我们要就是上帝耶稣就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然后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就是上帝在圣经的应许是说，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他比这个苦难还大，他比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件事情还大，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很放心把自己交给他这样。那我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就是说我自己是神的孩子，对。然后，我先简单就是自我介绍一下，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对我非常的熟悉呀、啊。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还没而立啦，我29岁，就是在12月17出生在就是充满热情阳光的高雄。谢谢。然后1997年考进打狗中学，然后这时候这是我的道具档。哇，雄中哎，快走！就是考进打狗中学，我觉得这个也是，虽然那时候不认识上帝啦，然后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也是一个恩典，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目标是放在可能第二志愿、第三志愿，但是结果因为那一年联考就是题目可能出的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以至于我可以就是很幸运的考进打狗中学这样。然后好，下面，然后就是因为高中，等一下会稍微分享一下高中一些漂飞的那个时间，然后就是我考进台大药学、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有戴另外一副眼镜，那时候。就是因为戴了这副眼镜去参加迎新宿营，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很多学长姐就走过我的面前，然后就讲了一句说，哇，好像、哦，然后我就到底很就是很纳闷说，到底是像什么这样，然后我就是问，然后就是，
那个学长姐他们就说，哇，他长得好像马拉桑。我说，哎，马拉桑到底是谁？那时候他是马念先啊，就是那个糯米团的团长，然后就是他说长得很像马念先，然后我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就后来我去看了，就发现，哎，真的还蛮像的，因为就是我也还蛮高的，然后有时候发型也跟他蛮像的，对。然后就是进到台大药学这样，然后接下去就是接着在2005年的8月9号，我去当兵了，去报效国家去了。对，然后就是在那个8月9号，就是这一天，我觉得也是在我生涯有一个蛮重要的意义，就是我去玩了国军 online 这个线上游戏。对，然后接着下面2007年就是考进台大医工所，然后就是在那个暑假，我觉得就是很恩典。对，等一下可以分享。那接着就是在同年，我也考上药师执照。对。台大药学的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接受那个受跑仪式，药师就是实习之前接受受跑仪式的时候，然后发的那个，对，然后先下面，就是接下来我觉得也是省了一点，就是我来到升达制药啊，对啊，然后就是来到这里，然后有跟很多同事一起，那就是在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5月啊，我就是第一次来到约书亚。然后就我觉得，因为我是因为田启的算介绍，对对、啊，然后我觉得在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我看到他一个生命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来到这个团契里面，然后因为跟弟兄姐妹的互动，然后让他的生命可能是在一个低谷，然后已经爬到就是有高峰的，就是让我看到他身上出现高峰的感觉，对，那可能。就是才现在还持续迈向高峰的，对，然后下面就是我的一些就是小小的见证啊，对啊，然后我信主前啊，就是在雄中时代，就是常常就是翘课啊，然后爬墙，啊可能去雄女送饮料，然后爬墙出去打电动，啊翘课去打篮球，对、啊，然后就是很就是还蛮夸张的，还会偷。就是还会偷同学的钱包，就那种很讨厌的同学的钱包，然后把他的钱拿起来，然后把里面的他的证件，然后把它剪掉，然后把他的皮夹丢到那个厕所里面去，这样，对，然后，就在高三的时候，不是有最后就是要联考之前，他有一段时间是要准备。考试就是已经没有上课，然后有一个月可以到学校念书，然后我那一个月就跟妈妈讲说我要去学校图书馆念书，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大家同学到图书馆念书，到我们学校图书馆把位置站好以后，然后说哦好，那我们一起出去吃个早餐，然后就吃个早餐就吃到下午5点这样，然后就因为吃完早餐以后大家就觉得哎，就是同学几个就觉得手还蛮痒的，然后就跑去打星塔，就是一个线上游戏。然后就从就是大概沉迷了二十几天，然后在考试前10天就发现惊觉，就是进度完全念不完，就不行，一定要去念。然后就后来念，可是就是考出来成绩就是远低于我自己的预期了，所以就毅然决然就是重考。所以刚刚就可以看到我那个高中到大学花了4年这样，然后就后来考。就是很感，所以我觉得也是感谢主吧，就是让我考到台大，然后接着我在台，就是在台大，就是因为在就是在，反正就是因为网络的关系，然后认识就是一个女朋友，就认识一位女生，然后那位女生她是基督徒啦，然后就是后来我跟她就是交往了，可是就是她在跟我交往的时候，她有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就是可是我大概。跟他抗拒了1年多，就是他有邀请我啊，可是我就说哦没关系，就让我送他去教会就好，就是这边变成说司机这样，
然后后来是慢慢慢慢，就是他们的牧师、他们的辅导弟兄姐妹，就是会陪他一起下来看我，然后认识我，然后反正就在一次因缘机会之下，我就进到小组，然后就慢慢的去感受到，就是这群人对我的，就是这群人让我感觉的，就是跟可能周边的同学或是在外面的人，甚至是亲人，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到是就是有一份真实的爱在那个里面。然后我就是刚才要讲的，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是经过那个大风大浪，那才认识这个信仰。可是我觉得我感谢主，就是我虽然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或是我很低的低潮，就因着一颗就是愿意去试一试的心，就是那个比我常常用这个一个比喻，就是你如果买了一个微波炉啊，放在那边，如果你不去试一试它好不好用，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符合你的期待，或是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不是说听人家讲的，就是可能大家讲，这个微波炉很好用，很好用，可是你不去试一试，你怎么知道？那我可能，我觉得我就是也是用当初我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去鼓励，就是可能在座的几位新朋友，就是可能你是基督徒，那你可能已经好久没有回到教会，或是你不是基督徒，那你就是也想说来试试看这个信仰，或是来看看这个信仰。来尝试这个信仰，那我觉得就是鼓励你们，就是你可以来试试看。那我觉得好东西一定不怕你们尝试，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让你们试试看。然后在大学时代，就是接下来后来就是我在受洗的时候，就是我决定要受洗的时候，我其实跟家里做有一段蛮大的抗争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蛮。就是还蛮喜欢我受洗的日子，我受洗的日子是2004年3月21号。那我觉得当就是我看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哦，神你好奇妙，就是你要让我重新再来开，就是重新再开始。受洗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当你进到水的那一瞬间，又想。就是当你进到水的那一瞬间，你可能之前的旧事都过去了。当我再起来的时候，我就变成新造的了。对，然后就是我刚好最近在整理一些我以前的照片啊，然后我就刚好发现我受洗的照片，然后还有一小段的影片，那我现在可以就是放给大家看这样。好。
好，我大概讲一下，又有点不是很清楚，就是那时候我决定要受洗的时候，我有打电话回去跟，因为我觉得受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件大事，然后我希望我就是最起码我可以告知我的父母，虽然可能不一定可以得到他们的同意，那我就以就是打电话回去，那打电话回去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电话里面，譬如说我可能本来要讲 A 到 B 到 C， 可是因为可能讲到 B 的时候，那因为他们也有丢出他们的一些想法，可能就不小心讲到 H 去了，就是整个弯曲你想要讲的那个目的地。那我就当下就觉得讲再讲下去只是两边在争吵，那我就决定就是那先就是先挂上电话。那后来我就祷告啊，上帝就放下一个就是一个感动嘛，就让我说就是孩子你可以写封家书回家。那我就很认真的写三封家书，对，然后就是写回去的时候，就是我觉得 我父母他们看到我写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还蛮，他们应该感觉很感动，因为我写了我的改变，然后我在这个信仰里面得到的一些帮助，然后就是跟他们分享我的生活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是我爸他 我父亲他是比较开明的，那他就说就是。你既然做了决定，那你就自己要去怎么样去，去负责。对，他就自己去负责。那我妈就是，她就因为她是比较传统的妇女，她就希望就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你要自己就是想清楚，然后不要信得太迷这样。对，然后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然后这个是就是我的一些改变了，就是我的可能我的情绪一开始是就是很容易易怒，然后暴走，然后可能就是很容易跟就是比较亲密的朋友或是家人吵架，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信仰，我觉得就是有让我当我面对到我的情绪的时候，我会先祷告，然后去将自己的心安静，然后不会马上就是把情绪丢出来，对吧？然后就是。那我跟家人的关系可能就变成说，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固定时间打电话回家，然后会写，就是会后来就会蛮，那时候在台北念书的时候就会蛮固定写家书给，就是给家人，然后对生活上也比较积极。谢谢。对啊，然后我要分享一些就是我在这个信仰就是应该算是奇特的事情，就是应该就简。就是奇迹吧。那不好意思，就是不知道大家对方言知不知道？那可能有在座有些朋友就不知道方言。方言的意思就是可能，曾经存在在地球上的某一种语言，可能已经没有人会讲，或是说现在大家都会讲，比如国语、台语。对，然后我是在一次的特会里面，就是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恩赐。那我觉得 很神奇的是当下我被那个圣灵，就是被我们所谓的圣灵，就是那感觉就是有点像你像风一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它，但是你抓不到它，就当下你会感受到就是那种被风吹过去，或者说被电流流过去那种感觉，然后当下我的舌头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被火烧着，然后自己不自主的开始动起来，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神奇哦，第一次感受到这么神奇的事情，对吧？然后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就是这个我觉得还蛮奇特的啦，就是可能在一些比较乡下或是民间信仰里面呢、啊，都会说，欸、我刚绑掉什么。望到什么观世音菩萨跟我说什么明白不明白这样，然后就可能我不知道基督徒你们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就是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可能我之前我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就还蛮纳闷或怀疑的，可是当我就是曾经有一次我梦到就是我在睡觉然后做梦，梦到上帝就是应该是耶稣啦，就是我可以很确定就是一个穿白袍的人，然后就是旁边充满了光，然后他就是我在做梦的时候，他就走到我床边，跟我讲了三个数字，跟我讲了一二四三个数字，然后
还跟我讲说，孩子，你用这三个是不是去签乐透，去签大乐，而且还讲是大乐透。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是我自己乱梦的还是怎样？然后我就想说，好，不要管他，反正那个应该只是就是自己就是我被喜欢呢。结果没想到就是一直那个感动啊，就是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或是有一件事情你一直放在心头没有做的时候，那种感动或是一直被就是一直催逼，然后就说给你一杯大乐透了，给你一杯大乐透，那种感觉就是，然后我想好去买，就我就随便就找了一家乐透店，然后因为大乐透好像是买六个号码嘛，然后我就是用124，反正就拼一抽，然后就是随便抽了三个号，抽了六个号码，然后我就买一张啊，我也没有多想，就是反正就是他要是到当天还隔天开奖，然后后来我是隔了一个礼拜吧，我才想起，哎，我好像有一张大乐透要兑奖呢，然后就把它，就是可能我也不知道藏到哪去，反正就翻出来，然后我就开了电脑，然后上网去查，就查，哎，对中，反正就是不知道对中四个号码还是对中四个号码，然后中了4000多块，对，中了4000多块，然后。后来我就是在教会跟我们的牧师，然后跟团契的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就牧师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在最近这一阵子有缺钱啊？欠钱，这边生活费不够啊？阿姆嘎嘎，爸爸妈妈开啊，兄弟和弟啊呢？”就后来我想也没有啊，就是衣食无缺啊。然后后来就我就想想，可能不知道，就因为我在做噩梦之前，我就是有捡到一个钱包，然后我就。送去警察局，就是还千里迢迢送去警察局，然后还没做了笔录，然后后来在那边还没等，可能失主就是警察跟失那个遗失的主人，就皮包主人联系上了以后，我才可以走这样，因为可能警察怕是假的报案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警察有帮我数了一下那个数目，大概是2000多，然后我不知道是。就上帝的那个想要加倍回报给我这样，对啊，反正就我可以想到是那，就是可能是那件事，可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上帝其实做事情也不知道他的法则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想猜不透了，对、啊。然后后来第三个就是我要分享的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就是其实就是你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可能哎、欸、就是还蛮火热为主啊，然后还不错这样。可是我其实也有，就是那种很低潮的时候，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几乎都应该说没有去过，就是都不去主日，就是六日放假都不去教会，然后可能就出去玩，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我还把圣经藏起来，因为看到圣经会内疚，就想我赶紧把它藏起来，对吧、啊？就是会觉得这个信仰离我好远好远，然后上帝。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每次如果我遇到军中有事情，因为我是做营级的人士，然后遇到军中有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呼求上帝。可是我觉得，就是上帝真是很信实，就是我，哎，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就可能我们已经不去做礼拜，然后不看圣经，不跟他讲话，但是当我们跟他呼求的时候，他还是会依旧会回应我。我觉得真的是上帝不撇下任何一只小羊，对吧、啊？我觉得感谢主，然后。后来退伍以后，我觉得，就是后来就可能良心发现吧，就觉得应该找一个，就是一间教会聚会，然后该好好的，就是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后来我退伍之后，我就是隔一天我就窝图书馆。那可能大家可能知道说，就是退伍之后的人，通常心都还蛮浮的。那我就决定就是在读书之前啊，我就先灵修，就是先看圣经，然后先。看一些就是基督教的书籍，然后安静自己的心，然后可能一开始是还是就是会心情还是会浮浮沉沉，然后我觉得就后来就是反正就安静心，然后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我在2007年那一年就是考上研究所也通过药师考试这样，然后在我接下来就是。念研究所吧。那我念研究所毕业口试完之后，我有一次就是在睡觉，睡，然后就是大概凌晨5点多吧，然后就有一句话一直进来，就是一句经文，就是，等一下，
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第三章第六节，就是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这个他就是指上帝。那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绕，就让我绕到我，就是我已经就是被叫醒这样。然后想，哦，好了好了，熊的你给我起来，让我起来，我就起来灵修。然后我就起来，就我打一打开，就是今天，就是那一天要灵修的，因为我就是有一本固定灵修的那个书籍，然后打开，就当下就看到，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看到这一处经文，然后当下我就啪，就是痛哭流涕，因为我那一阵子就是在，因为毕业考试结束，就是已经通过了，然后也在为未来的道路在忧愁，然后我觉得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重担，就是知道我的忧愁，然后用那一句经文来安慰我，然后我觉得就是上帝也真的很信实，就是当我就是回到高雄，然后大概花了不到一个月吧，在一个多月，然后就应征到就是生长的工作。对啊，就是来到这边，就是新营，然后就是后来也可以跟就是大家一起来服侍上帝，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对啊，谢谢。后面还有吗？对啊，就是我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谢谢。然后感谢大家聆听，然后最后还有一张，生日快乐，对啊，谢谢。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有四位好朋友。就是要为大家献唱一首歌，就是这首歌里面，这首是一首诗歌，但是它里面没有讲到半个耶稣、半个上帝或是半个耶和华，就是就很单纯是提到朋友。那我觉得就是常常我们在我们软弱、在我们低潮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说，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上帝你究竟在不在？有时候上帝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他在你身旁帮你预备了很多个 好姐妹、好弟兄，那他们或就是一个上帝爱的表现。那我们就是接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就是来分享。然后让大家去聆听，就是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叫《最珍贵的骄傲》，你可以去想一个你很久不见的好朋友，或是你在你心中非常重要的人，可能是你的亲人，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同学，对吧？喂，总会有 echo。喂，冲绳 echo 在哪里啊？我的 echo。喂，哎，有人 ，OK。喂，我的小孙子。喂，你的声音没有声音啊？有了，那个开关打开三秒之后才会有声音。深根同暖土，
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总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总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向蓝天欢呼，向白天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好不好，我们我邀请你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可以搭着肩，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将这首歌献给你最好的朋友。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会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中最美丽。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欢呼，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总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
中，别离又是为何呢？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充斥美丽。当离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画布，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画布，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当你被花朵包围，当你被花朵包围，轻轻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蓝天画布，向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最珍贵的角落。好，我们用掌声，谢谢我们的主，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准备要来切蛋糕。好，先来照张相。好，这里，用这个当背景。对，这边就这边。
再投进去吗？脸上？寿星在中间。不要指我，我不是寿星。来，起来。我暂时想不到。好，然后下一个是就是希望，我要讲什么？第一个就是希望深大的同事可以越来越多人可以来到这个团契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我的家人也可以就是慢慢认识这个信仰。那第三个就。第一个愿望，希望家人能够信主。第二个愿望，希望能够在主里面，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第三个愿望，等一下，第二个重来，脑袋，再讲。第一个愿望，希望我的父母也能够认识主耶稣。第二个愿望，希望我在这个爱中，一直到我离去这个世界。第三个愿望，在心里面吹蜡烛。好，我的已经吹了，我嘴巴病毒不能吹。不能吹啊，是难吹啊。哦，好准哦，好准。快再近一点嘛。你从那边气好足，吹啦。你的气好足哦。我再来一次。吹不到。可以近一点没关系哦。再来吹下去，整个蛋糕都是云。晕了，晕了，晕了，不要。近一点吹，近一点吹。切蛋糕。啊！什么鬼啊？什么鬼？怎么这样会中标？中标！收起来，不要了。不是，我打你！我决定来有蛋糕。天哪！天哪！太难了！哎，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再把它清。Thank you.
车了没？能坐车，不要回去啊。我先叫车之前载我。是吧？哦，关关美，关关美啊，谢谢。车之前车辆我车辆住哦。对啊，因为。欸各位，我只好坐。哎，小心！喂，喂，小心！不要碰我！我的头发！我要头巾拿下。我觉得。走去洗。好，等一下，第一个站到的。哎，是你受心还是我受心啊？对不对啊？哎，接待很大声啊！他们要出去了，先切个东西给我吃。来啊，不会再没有那个在这么激烈的战争了，好不好？先切蛋糕。好吧，我们把温馨的场合搞成这样子，还蛮好吃的啊。哇，可以啊！哦。来蛋糕，来，真的不要怕。不是要号召力吗？疫情妹妹叫大家来吃蛋糕了哦。好虚哦，我真的是不要再插管了。
这阵子不知道吹吗？把事情不知道吹了。我知道。有点。对吧？妹妹，来一起来，一起来，拜拜。超赞的你啊！那你现在在哪里？好壮哎！对，那个要我就下面。
稍微跟你要先走好。谢谢你们哦，今天很开心。谢谢谢谢。